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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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番番春秋冬夏，一场场酸甜苦辣，敢问路在何方？路在脚下。多谢朋友您的助力，一首《敢问路在何方》来送给大家，谢谢大家的关注。还是一段来唱给直播间的好朋友们，用心演绎为爱而歌，有大家喜爱的歌曲也可以打在公屏上，谢谢谢谢。豆妹啊，豆妹已经开播了是吧？好的，没问题，待会儿咱们去找一找豆妹，跟她切磋一二。感谢佩奇的到来，谢谢佩奇。相信直播间有很多朋友都是学佛的朋友，咱们虽然不是出家人，但是呢是一个角色扮演。给大家来看一张照片，如果大家感觉有六分像的话，咱就来点个关注。这个呢是原版的徐少华老师，原版的徐少华老师，如果感觉有六分像，咱就点个关注，给上一个支持，谢谢朋友大家的助力，多谢多谢。所以呢有时候啊，有句话说，拜佛千遍不如行善一件，人生在世，咱们的积德行善最快乐。有人经常问什么是佛，其实人人皆可为佛，只要您有一颗善心，您愿意帮助他人，那么对于帮助者来说，您就是一尊佛。此时此刻直播间2400位家人都是我心中的佛菩萨，在这里愿每一位佛菩萨您能够幸福一生，善哉善哉。小僧拜见干娘。玉帝哥哥免礼了。干娘，你这一出好吓人。还能吓到你呀，玉帝哥哥你摘了帽子也吓人呐。摘了帽子不是吓人，而是靓仔。靓仔，哎妈呀，还靓仔呢！我跟你说，老和尚这脑瓜蛋，晚上一摘帽，我跟你说，他媳妇这招，老公啊，可别摘帽子了，你那帽子一摘呀，晃眼睛。有一回他家，我跟你说没电了，两口子正吃饭了，这老和尚戴顶帽子，帽子是啥色儿啊？还整个绿色戴着，他说这色儿阳光瞅着鲜亮，吃吃着呢，哎，电停了。老和尚说：“媳妇儿啊，咱家有蜡吗？”他媳妇儿说：“啊，老公啊，咱要蜡干哈呀？老公，你把帽摘了，比灯泡还亮呢。”粗鲁，点你。黄金搭档，我的好干娘老 baby 来了。老 baby 虽然出言不逊，但是咱从来不跟他计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咱要用我的善心，用我的善良来感化这个恶人。他还善良哦，天哪，这是上帝撒的个谎吧。哎呀，听说干娘要来我这儿转转运呢。谁呀，那嘴跟棉裤腰子的，这一天闲的脾气老是到处通风报信的撒。我打了几把，跟谁打的？是苏四营，你们报道可详细了。这一天，你们比那大喇叭、比广播都详细呀！笑死我了，大娘，生动的给我们演绎了一下什么是泼妇。我还指着这个装一下呢，这可好，这本牛板不用装，这家伙你们都给我抖出去了。没人说你，是我偷偷的看了你一眼，去鞭子去吧！太吓人了，家人们，太吓人了！哎呀，吓得我小心脏疼。妈，你还小心脏呢？嗯、就那小，那是小心脏，那心大跟兜都没边都。不要口出狂言，没意思。
小心男、嗯、那都像你一样谦虚呗。哎呀，在谦虚情况下，你不应该管自己叫帅哥，你应该说自己是丑男。小心我打你。哼、嗯，就好像我没耐过揍似的，开什么呼就玩笑。谢谢谢谢大家的关注啊，谢谢你们。哎呀，太够意思了，谢谢，感谢干娘。嗯，来吧，办点正事儿吧，人气也上来了。办啥正事？四千人了，马上。什么正事？请说话。输了，今天给我们自嗨两分钟吧。啊、哦，我自嗨两分钟。嗯、你输了也自嗨吧。学人家，学人家。是的，秀才遇见兵，有理说不清，所以说咱不跟他打别，打别伤咱们的这个什么。你这还秀才？谁家秀才？秃老亮啊，你寺院里出来的秀才。自嗨可以不？自嗨可以啊，咱俩谁输谁自嗨。好，自嗨。嗯，要不然咱们、啊、豆豆，你不是能说会道吗？咱们吟诗作对，对不上对子就深蹲。什么才算诗？什么才算对？我给你来一个七言绝句。嗯。干娘真是气死人。你这文化真高啊。好对子，好对子。高啊。干娘真是气死人。下联。手指头都掰不过来了，你看看。好，老秃驴是老和尚，哎，七个字配多好。横批，嗯，打死干娘。我的横批是去他大爷。疯了。疯了，疯了，家人们，疯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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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好，跟他说话能气死，不对对的，粗鲁、粗俗、粗俗，太粗俗，太粗俗，对那对子太粗俗了。哎，你对那对子可有文化了，真的，那不是博士级说不出来。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，你得押上韵呢。啊，还得押韵。嗯，等下把打完了再给你押个韵。是的，不跟他在这对对子了。对吧？像我这种有学问的人跟他纠缠。七言绝句，你七言绝句。还是。横批是绝配绝对。开始不说话。嗯，开始来。你点起没个完，你说你这老死和尚。自嗨。嗯，闭麦。自嗨就堪比炸毛，家人们。感谢众上仙上人气了，家人们，四千人。所以说家人们，搭把手帮个忙，咱们送送小心心来助力一下咱们的直播间。谢谢乐乐美女首当其冲。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，今天老干娘是在咱们家找画面来了，她来咱们家是转运来了，咱们不要给她转运这个机会，不能让她有转运的机会。她刚刚在直播间说了，找老和尚去转转运去，咱不要给他机会。大家伙能不能搭把手帮个忙，咱们的散票大队小心心一起来往上助力一下，一定要把他拿下。今天是开场的第一局，不能让他转运成功。来吧家人们，小心心散票大队能助力的话咱们一起上。有礼花筒的话咱们送个礼花筒，有热气球咱们送个热气球。家人们谢谢大家，感谢家人们，咱们齐心协力，咱们不怕他，咱们人现在比他多，咱四千多人，他们三千多人，
咱们不怕他，家人们，能帮多少咱就帮多少，有眼镜送眼镜，有，对，谢谢佩奇，有礼花筒咱们送礼花筒，有热气球咱们送礼热气球，家人们，如果哪位大哥大姐有一个特效的话，咱们搞个特效，搞个特效上来，家人们，搞个特效吓唬吓唬他。谢谢众上线的支持，谢谢大家的助力，谢谢朋友，谢谢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你们。有没有哪位大哥哪位大姐帮忙忙搭把手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